大大门啊！开始。对齐。大头嘞！大头嘞！大萝卜棒子高。来，大头嘞！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卡在那里。看好啊！看好你的。好，你的飞机下来了。赶紧拿下来啊！好了，你这个飞得太高了，你飞得太好了，来，给你飞得太好了，来一个，来个超龙虾吧。好，我再聊几个钱啊。哎呀，哦，哦，没开，哦，你拿走啊，哎，那么乖啊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哎呀，好厉害呀，哎，可以啊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今晚鸡棒要给他，我舍得你，哎。我服的你，几斤呀？来吧，该你了，拿走吧。再见啊！再见。老赵了，这个赵是。今晚上在奶奶家下厨，然后我堂姐今天大清早的去买了这么大一盆的龙虾。他说我炒的好吃一点，那我就献丑了，好不好吃就看今晚上了。哎呀，你不行了咯。这个是奶奶家的以前的老灶，你看，我们站的都到这里了，好矮感觉哦，是。因为老灶嘛，这是以前很久的，他们这都是用那个泥巴呢，你看这里呢，泥巴做的，不像现在都是用那个水泥啊。然后这个是碗柜，应该是。他们自己做的呢，都是，以前的碗柜都是这样的，很方便。这里都是放油盐、酱醋，挺方便的。这个有挺多年，很多年，有几十年了。是人家卖。今天堂姐跟我说，这个龙虾28块钱一斤，比我们之前买的真的贵了很多了。她说今天找了好多地方，都只找到一个地方。不知道大家现在的那龙虾是多少钱一斤呢？反正我们现在是挺贵的，可能还会涨。放点姜跟火锅底料爆一下，就可以把那个龙虾倒进去了。这个辣的呢是大人吃的，我留了一碗小，这个小朋友吃。等一下我就那个不放辣椒，因为小朋友嘛，他可能不能吃太多，我就没留太多出来，那个就不炒辣椒了。可以了，放点纸。龙虾呢，指数是缺一不可的。好香啊！大姐坐起来。
放肆！你去！去！我给我别，就把这太少了，我们两个人。我这忙给我别，我们自己给你接。我催你了，被人家都抢完了。这样啊，那下次我偷偷的留这么多给你了。我就叫你来。哎，那么你拿没？哎，你还给哪？啊，好的。我拿个菜呢。哦，你还给哪？拿小孩子。 哎，我拿个在哪个喽？我光是带水。他说天亮就关门了。